挺高喊动算新北市长侯友宜南下新竹市议会拜会挺郭派议长许修睿，双方进行近半小时的闭门会议，许修睿更大赞侯友宜是最优秀的总统候选人，团结任何帮助我们这一次下架民进党的力量，力挺我们自己推出来的我们这个总统候选人。不过受民调影响，国民党党内杂音不少，前主席洪秀柱就在脸书发文喊话，希望党内上上下下谨记换柱教训，不要重蹈覆辙，力挺侯友宜。其实我们在同仁在整个凝聚跟准备上还没有及时可以应付枪战，但是只要适时的调整步伐，我们一定可以赢得最后的胜利。蓝营大佬纷纷喊话党内小鸡，侯友宜近日更深入地方，希望加强国民党组织战，同时回应质疑他的声浪。洪秀柱的一个 po 文也是在帮侯友宜去稳住他自己本身的一个局势，等于也是一定程度的帮侯友宜的选情对打了一剂强心针。洪秀柱是最能够在这个议题上面发声的人，因为之前换柱风暴除了他是深受其害之外，国民党的一个选情也跌落谷底。传说主席朱立伦将召回去年中央在地方大选胜选的北桃模式选战班底备战总统大选，最快六月底侯友宜的工作室也会升级成办公室。学者分析，那竞选总部主委和干事更要尽快就位拉抬声势。卢秀燕如果去担任竞总主委这样的一个职务来讲话，能够形塑中壮接班这样的一种印象，对于拓票到中间选民跟年轻族群跟妇女选票，我觉得都会有相当程度的一个注意。那至于竞选总干事江启臣，也就是国民党前主席，也知道整个国民党的一些细部结构跟脉络、地方组织生态。侯友宜全力固庄，整合党内势力，除了希望成为最强母鸡，更期盼2024能打一场胜利的比赛。欢迎新闻张环轩、叶玉娜台北新竹综合报道。请订阅、按赞、分享环宇新闻 YouTube 频道，并开启小铃铛，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